您是过来旅游？没有，我这儿啊，住在这里。哦，您是北京人。我离这儿也近，哦、我就在北大西门嘛。哦，在这边，北大西门啊。您是您也喜欢画画？没有。我看了看哦，您现在退休了吗？退休了。退休了。您以前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呢？我今天是做财务的，财务哈，对，现在退休有，您今年有个五十多吧，快六十了，快六十了，看着您年轻，还年轻，老了，挺年轻啊，财务做财务比较轻松，年轻的时候，年轻还行啊，现在做财务，您年那个时候做财务，年轻的时候应该好做一些吧？好做，我们是做企业的那个企业财务，企业哦，那您比较那个。那个纺织厂做企业比较难，对，但是材料东西多嘛，对对对，每个都要去做。对，您应该不是北京人吧？不是，哦，江西的。江西人，您是怎么来的北京？我在这带孩子。哦，是那边退休了，然后回来的。女儿在这边，女儿嫁到北京了还是？嫁到北京。哦，那您女儿很优秀。您女儿哪个大学毕业的？她是那个。邮电大学，北京邮电大学，然后是北京交大研究生毕业。哇，那真是您的教育很厉害，教育的好啊，要不然的话他也首先考不了北京，其次呢也嫁不到北京。嗯，哦，很好。那在江西的话，现在您退休多少年了？我退休四年了。四年，在那边退休，现在退休金一个月能有多少钱？不是，我退休有七年了。七年，八年。那边退休金。现在那么多我们那时候没有，我们都自己买了那个社保。社保，哦，现在有五千？没有，一两千啊，那一两千也够花了吧？哦，够，够花啊，现在挺好。现在就是有空的时候出来转一转。对，啊，是买了北京年票。哦，可以到处对，挺好。那以后就在北京定居了哈。我还是想回老家。想回老家。觉得还是老人就还是喜欢在家里，对，那个熟人多嘛，对对对，小伙伴多，对，有伴玩，这是毕竟是后来的嘛，对对对，因为不习惯还是有一点啊。觉得北京怎么样？北京怎么了？还蛮适应的，还适应啊，就是雨水少，我们江西的雨下的多。觉得下雨天总是觉得很郁闷。对对，北京、就是、这个阳光灿烂嘛。对，北京就是北方嘛。您那边还是偏南方？我们那边南方，那边雨水多，像春天比较潮湿。对对对，雨比较多。对，暴雨啊，那个一般对两三天。我们那里是有一谚语，说春无三日晴，是夏无三日雨。对，都去过北京哪里？大部分都去过了，都去过哈，挺好。来了四年，您现在来北京已经四年了，哎呦，真是啊，那还真是，您对北京都习惯了，其实哈。哦，现在对，行。对，现在是几个孩子呀？那个女儿？就一个。一个啊。现在国家鼓励生三胎，您会让她生二胎吗？她不生。不生。养不起。啊，您作为母亲，您觉得您希望她生吗？嗯，我。倒希望，但是没人带孩子，没人带哈，就是压力大，上班他们上班也忙，对，每天起早贪黑的，真忙。说像我们年龄也大了，带小孩也吃不消，对，老人也累，嗯啊，我也不行啊。对，那个年代您是几个孩子？一个孩子，那就一个孩子轻松，对，是。我比较喜欢那个轻松一点的，就一个。现在的话，越来越年轻人不愿意生二胎或三胎，因为各种压力太大。有些人喜欢，这个人的那个性格跟家庭情况是吧？对，还是生一个好。还是我觉得生一个好。啊，行，您这是要回了还是？就回这。哦，行。我们就住在这里。行，那咱们就再见，祝您呢健康快乐，在北京呢玩得开心。好，拜拜。